这里就是古尔沟镇了。哪里有温泉哦，这边都是温泉呢，温泉酒店。我们去那个网红无边泳池。哇，这山塌下来了，好多吃的呀。两边都是吃的，吃的住的。这样上山走3.6公里。听说冬天泡澡好哎，有，对呀、啊。怎么下那么大的雨啊？刚开始还没那么大。这是山上，我们现在才想起来哟、哦。今天是周六，明天是星期天。啊、嗯。那我们泡温泉不是蒸饺子，煮饺子。煮饺子。而且他周末泡好像不会优惠。半截你就在车里面啊。我们先去买票，明天去泡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车上过一晚。嗯，有酒店，但是都满了。嗯。哇塞，这暑假嘛，暑假来玩的人可多了。对，暑假大家都考完试了、嗯、要出来爽一下了，玩一下了，庆祝一下啊。我们走，先去看票。我们车停在这里应该没法做饭。嗯，这上面应该不让做饭。住这个木屋啊，木屋好像也要1000吧，1000左右哈。嗯，那上面我们去上面看，走，看那个无边泳池的门票。我们呢，我们就去下饺子了。下饺子都要200块一个、哦。嗯，这个饺子贵哦。不是这个饺子汤贵。咱们吃饺子。这个饺子沸腾。费钱。哦，这么多地方啊。我们在这里，各个温泉。那我们下一站就马尔康米亚罗哈。米亚罗这股山。那避风沟就不去了吧。避风沟前面已经经过了，不去了。哇，那个旅游大巴拉了几大车，一车一车的拉过来。啊、哦，停车场都停得满满的。我们选错日期了，早不来晚不来，选的挤饺子的时候才来，要跟其他饺子一起挤啊，挤啊。哇，这个冬天来泡的感觉太棒了啊、嗯！我们现在在13，然后这里面那么大、哦，全是酒店。我们问了票，要明天早上9:30来。对，他说今晚上会很。泡完了吗？他定义我们明天了，今晚上太多人了、哦，而且就一个多小时啊。嗯，只剩下一个多小时了，因为他们9:30关门，晚上。嗯，票价是198。一个人。我买了一套泳衣，188。嗯。走吧。你的钱真好赚。你看那个仙境，哇，它的无边泳池就在那个位置，就在那上面啊。对，那上面楼顶那个位置、哎、然后对着那个山沟沟。下雨了要挡着。我们现在今晚住车里。开心。它房间都是爆满的。对啊。哇，这样看着像秋天一样，那个叶子是红的、嗯、镜头里面。好大的雨啊，我们怎么溜半斤啊？雨衣，让它穿雨衣。哇，下这么大的雨，我们只能在车里煮什么吃啊？饺子？饺子啊，饺子鱼丸。对，饺子鱼丸。我们现在的海拔是2670米，夏天来避暑挺好的。买了这个粉色的泳衣，我穿上买的泳衣了，我的腰看不到了，消失了。神奇的消失了。本来这个是往下面扯的啊、嗯、腰是露出来的，但是我的腰太粗了、嗯、胯又太宽了、嗯、这下完了，只能这样连在一起了。嗯，我们今天去看的那个酒店的价目表啊，都是2000起、嗯、晚上2000起步，2000起步。嗯，然后他那个挂牌价是单人的是260多。嗯，我们实际是198。煮饺子接着吃。外面雨下的挺大的哟。
不过把窗开着好凉爽啊，这海拔2600，的确很凉爽。嗯，煮吧。现在没那么热嘞，有没有感觉？你又把半斤的熊猫带上，半斤。可爱的小果汁儿。别带了吧，啊，带着它不舒服。你看那个表情都变了，没有之前的那个好看。我都没说啥呢。嗯。哇，煮完了。嗯。那锅装不下嘞。这还没放呢，蛋饺还没放呢。对呀，所以煮太多了。不会多，不会多。哦。水滚之后，我把它调小火了，但是它好像有点想喷出来了。你看，打开一点点盖吧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外边雨越下越大了，滴滴答答的，这么快呀？对，煮好了。这么大一锅，天天这样吃会吃得好肥。咦咦，缩小了，缩小了。看看有没有梅子味道。哇，你不要把我的酒醋成这样子好不好？怎么啦？全是泡。天哪！哎，这个颜色看着都醉了。我要多一点冰，你要少一点冰是吧？来嘛，给你弄点嘛，好不好啊，龙？可以嘛，那就给我弄一点吧。你要弄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？就这里就可以了吧？好吧。不要弄太多。好。我不想给你那么多，这是我一个人喝的，你看，这瓶子很小。哎，你这个口感还可以。废话。嗯，上次我跟巧克力一晚上喝完了，两个人啊？对，就是这个酒。嗯，这个酒好喝哎。但我们之前买的那个酒还贵一点啊，买的300多还不好喝，这个才100多。来嘛，你要不要先喝一点？来嘛。谢谢你的红酒。那等一下喝。别叫。你要不要喝嘛？半斤要不要喝点？半斤不能喝酒。这个酒好喝，甜甜的，无限。它不像其他酒是涩涩的，嗯，这是很淡的那种。吃点东西你再喝嘛，不然容易醉。不会的，这是红酒哎，怎么可能醉？嗯，杠杆好喝。那你这个也好喝。嗯，我那比那个好喝。我喝过米酒。我喝不来白酒啊，但是我能喝那个米酒，米酒都是甜甜的。对啊，那个我能喝。我觉得在深山里边下着雨，躲在房车里面吃点好吃的也挺好。哪有好吃的？这已经算很好了，你在这深山沟沟里面你还能吃到什么？这里面有牛排。牛排你出去煎嘛？三倍。你出去煎嘛？有扇贝啊，可以在屋里蒸的。我们刚刚竟然忘了上面那一层蒸点扇贝。对啊，这个这上面还有一层蒸格哈，可以这样放着啊。嗯，喝酒。阿龙喝酒越来越厉害了，再来。好喝。嗯，吃饺子喝酒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呀？感觉有点上头了。你怎么脸红了？上头了。好丑啊，你的脸红。这个明天早上打，不打就坏了。你是监督我长胖的，没想到我越来越肥了，你说怎么说嘛？我们出发还没有一个月都长胖了，快5斤了。不关我的事，就关你的事，就关你的事。胖的我明天去那个无边泳池都拍不了照了。不拍照啊，拍视频就好了。我们从陶冰川在那里呢是1300海拔，然后来到这里呢是2600的海拔，一共爬升了1300的海拔。这个温泉小镇海拔比较高，所以呢下了雨特别凉爽。
好了，今天我们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哦，啊，视频拍完了就精神了，每天拍视频都不精神，做视频不精神，说最后那句话，拜拜。嗯。